看老皮出凤凰就知道赢了。哎，究竟这游戏是好玩游戏还是无聊游戏，我们就看这场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放十二滴，所以我们要等那个等赌盘先跑一下。看直接讲是不是靠北啊？<笑> 一开始先把老皮给冲死，我再跟你来DVD的对决。来呀来呀，<咳>跟你讲，你先冲老皮你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不管你，讲那么多。<咳>来，我好了。来来来。 你的凤凰刚多到可以把智者秒是怎样？哎、欸，他那个凤凰出不停的，经济又比我好，干嘛玩啊？<笑>他凤凰已经死很多只哦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刚刚那个游戏从头到尾他凤凰出的比我还多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我就是知道你想归空军哦，所以我才封锁你三矿，你知道吗？我刚那三矿如果光炮盖起来不好说。 打这游戏怎么那么难玩呢？金矿不足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需要更多金矿。是不是想大招啊？我已经画出来了，我跟你讲，拱他手，拱他出来啊！来啊，没得怕，我拱晕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你？你可以不要叫吗？拜拜 ，ETA 5 seconds。 妹妹，你不要这时候来。哎、欸，妹妹，你屁股怎么那么臭？你挡到。Hello， 摩托。 我来跟你来场真正的 ZVD 对决！你妈的逼嘞！你旁边有个神厨，你跟我 ZVD 对决。捧场好了，新的挑战者出现了，能量不足，金矿太少，需要更多能量。你是不是开自动释放了？金矿太少，能量不足，需要更多能量。你没。
你的部队遭受攻击，金矿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需要更多金矿，你需要更多王城。看老鱼不是神族吗？怎么他妈过去是人类？我真是醉了。孵化你的战士和敌人开战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单位需要更多王城。金矿不足，基地防御部队遭到攻击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老皮，这唔通哦，这唔通，哎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光头哥哥，嘿，你卡人口了，多生点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光头哥哥，你有新的后城了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寻找红心 A。看这些死人到底冲哪小了。没礼貌，居然攻击你的工头，这才叫做军工头哥哥。需要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非常严重的攻击。老皮救我啊！光头哥哥，你和敌人交战了，该提高手速啦！老皮救我！好，行，还好，轻伤。都没有重开就不行，需要更多能量。你是不是可以自动释放了？干，老皮他妈比小白强多了。哎，老皮走，一波捅穿他。捅你妹啊，他顶到肺。你有新的需要更多能量，你是不是可以自动释放啊？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孵化更多金矿没了，看
不知道怎么打、啊。你可以投降。看白痴哦、喔，投他都还没开打。不战而屈人之兵啊，你知道吗？老路啊！干，这兵也太多了吧！耶嘿，还有打不赢，完全打不赢，无法。这个老兵明显比那个小白强多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老兵比小白强十几倍吧。真他妈烂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哈、啊，没有，我刚刚原本想说我去跟辉打缠斗的时候，老皮赶快屯兵。我这是前期逼你跟我狗毒爆，那你经济一定比老皮差，那等下出来就毁灭世界。主要是我他妈以为老皮是神主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狗冲过他家，搞笑。当然要老皮救啊！我那个打法就是前期没经济哦，他反打，张的反打，我一定要老皮救啊！我相信老皮，你知道吗？还被救到。老皮没救你，刚才挂。对啊，一定要他救啊！那我相信他会救我、啊，有没有？飞力机这么慢。你要按 B 呀、啊，你要去按你医药艇的那个 B 按下去以后，它就会跑跑很快，会喷出来喷水。哦，这游戏怎么好玩、啊？这游戏好无聊、哦。哇、哦，玩一玩打哈欠，你知道吗？靠背。感觉外面的兵永远都超多。你是觉得你跟老皮二打一，我英雄联队你们有搞头？我跟老皮二打一，你英雄联队，我觉得我会赢啊。真的吗？对吧？我记得好像上次我跟你，然后阿吉二打一，然后我输了。我跟阿吉二打一，你没输过啊，都赢啊。对啊，都赢啊。那何况是老皮，对？你确定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比那时候强。你上刚又在说你上比那时候烂，很久没玩。我刚刚想诱骗你哦、喔。没有没有，你根本不肯赢我们。我跟老皮联手打英雄联队，你是不肯赢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们跟他也不用沟通，我们就各 A 的各 A 自己的就可以。干，跟我小。